起了多少反弹，造成多少不满，带动这几天被骂并不冤枉。悠悠卡用来收藏还是用来黑上 U 一张，直到后会觉得感伤。争吵了多久时间，占了多长版面，才发现没裤子是这些意愿。骂完在那修修炼，新冠西瓜嘴边，难怪柯皮会拍桌理智断线。即使思涛的博卡转移到十八人的私能，让上次骂的话从脑海淡忘。每个人都是这样，假道学是种信仰，还不如像我们做人坦荡荡。命中是买不到的不爽，只想要个答案，等虚假的意愿官员到无望。谩骂被割成习惯，试一回就像游戏场。哎呦我的妈，阿内金家就拍垮，请赶快下档。悠悠卡两张，三个礼拜的狂想如闹剧一场。他们都是苹果日报的爆料公民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每月两则爆料被采用，月领两万，每周点阅数最高再送奖金5万元，现在就加入苹果爆料公民行列。